谢谢小胖，哇，太惊人的声音。超级星光大道好看就是这样，我们不知道今天来的会是什么样的声音，什么样的好手，或是什么样的怪咖，居然人世间有这样的一个组合哦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这一位的声音。哗啦啦，天在下雨，哗啦啦啦，云在哭泣，哗啦啦啦，滴入我的心。Oh yeah! Oh my god! 来自马来西亚的马嘉轩，欢迎他。马嘉轩本身是什么工作？其实自己是发片歌手，然后自己是有在教唱歌。哦，本身已经是唱歌老师啦。对对对。啊，那待会麻烦教一下我们的选手啊，不要比了，好不好？哈，拜托。他是老师来的，好，老师请抽签啦，看看你会抽到。好，那这样也是对的啦，哈，因为呢有这个四个男生一个女生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就抽到女生啦，苏芷瑜，请出列。你带来什么歌？齐秦的《悬崖》。哇，悬崖好歌。马老师要唱的是，来自那英的《征服》。哈呦，那英对齐秦，悬崖对征服，到底鹿死谁手？首先欢迎马嘉轩的演唱。唱功一流的马嘉轩，不仅曾发过片，还是民歌唱老师哦。苏芷瑜有机会从他手中脱身吗？方式分出了胜负，输赢的代价是彼此粉身碎骨。外表健康的你，心里伤痕无数。顽强的我，试着强占你的俘虏。就这样。